等待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IU， 今天要给大家看一下到底日本年轻人呢他们是怎样度过万圣节的。其实呢在我前年的时候呢我有去过就是涩谷，然后那个时候呢真的是太吓人了，因为人真的太多，然后我已经发誓我绝对不会再去，结果去年呢我又去了，然后今年呢我为了带我朋友去，然后我又再去了多一次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到底在涩谷的万圣节又是怎么样的呢，走。有多挤呢？就是这么挤，挤到我的镜头很靠近我。かわいい。周りの方も目指すのは今のご協力をお願いします。
거우리가했으면那之前呢，阿佑在直播的时候，其实有答应大家说，就是要办那个无脸男。可是呢，因为我真的是来不及准备，他为了表示歉意，在这里我献上了一个大家应该没有看过的阿佑，所以希望可以跟这一位一起，希望可以补偿大家没有看到阿佑扮无脸男的遗憾，结果就被拉下水了。对，好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以上就是我对大家的补偿，不知道你看得开心吗？就是幸亏有这一位可爱的美兽，结果我就这样可爱的美兽，他愿意跟我一起做这一件事。其实我想做这事情很久了，然后他其实也是想做这事情很久了。如果你喜欢阿佑的影片的话呢，欢迎你给我一个大拇指，也别忘了把它分享出去。还没订阅阿佑的人呢，欢迎你来订阅我，还有别忘了在这些SNS 来追踪阿佑哦，爱多多支持他哦，谢谢。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OK